冲浪。他不是吃宵夜回来吗？他说。谁去吃宵夜回来了？粉丝。晚上好，晚安，你要睡觉了吗？你要睡觉了吗？要子，那晚安吧，晚安，你睡吧，晚安。你干嘛？你没干嘛呀？我干嘛？晚安，拜拜。我说啥了吗？我啥都没说啊。耶，那个都是对，帮我们正大的。晚上好，晚上好。你说啥了吗？不带了。晚上好，咦，墨鱼哥哥，怎么啦？怎么啦？我刚回来，那个车坐了好久。电影如何？挺好看的，很好看。我什么态度？就是有点气人吧，不给你们剧透了，你们自己看吧，你们自己看吧，不给大家剧透了。但是，谢谢墨鱼哥哥送的荧光棒，谢谢，给你比个心，是不是好结局？不给大家剧透了，就是想看就自己看嘛，不剧透了，因为直播间还有别人，就不剧透了。反正是好看的，好，我还没看，对，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大家可以自己看。反正就是哭的挺那个的，是吧？是吧，雨言？嗯，就哭的我们出来都好气，但是你哭了，对啊，就是情绪有点那个，但是我让你们看个视频，就是我。哭的出来以后，我刷到了一个视频，我瞬间不哭了。我让你们看一下。什么？他的口出什么狂？5423，5423。这人的口出什么？小哭包。那个电影真的推荐大家看一下，挺好看的。然后就是，可能是会哭吧。然后，谢谢墨鱼哥哥送的玫瑰花，谢谢。然后，我想看一下哦，就是。我出来以后，我看到一个视频，我瞬间不哭了。他不知道，我昨天，我当时在那个商场里，我刷到这个视频，我说，哦，这是我的笑声吗？就昨天晚上我在别人直播间笑的，然后就有人这么安利我，而且还是两个小时，你们都刷到了吗？这不是我的笑声，不知道为什么他截的就这么，不是你的笑声，那是什么？不是我的笑声，金木真的笑，不是我的笑声，不是我的。B 站首页推荐了，好过分哦！这谁呀、啊？我暗杀了他。他那个文案，我等等我看一下啊。他文案好像我生气了，我把声音关你。你还知道 F 四？银铃般的笑声，两小时纯享版。他竟然两个小时，他还不过分？哇，太搞笑了吧！好气哦，他两个小时纯享版。平时直播好看的时候，他不我们俩没代沟了，他不剪，没代沟了。他这种时候他就不剪，他就会放上去。没代沟了，懂吗？还不过分。然后当时在广场，在那个商场里，我就给他们放了一下，然后他们就都在笑。你在这里吧，挺好听，两个小时。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好听，不要听，不好听，不要听。然后，不要瞎说，好吗？有些人，菠萝头，我是真的，人家可是 F 四的手 ，F 四。谢谢沛洋洋送的礼物，谢谢。然后，没事，你后面。然后，在那电影院的时候，我不是这样撑着脸嘛？然后张玉叶特别搞笑，他在我这边坐着，他那个头就只扭到我的脸正前面，他就要盯着我。他以为我睡着了，我说你不用这么盯我，我不睡觉的，我肯定要认真看的。他就那么死盯着我，他生怕我睡着。但在车上的时候我确实睡着了，在车上的时候我这样睡着，就这样侧躺着脸，然后要下车的时候头可疼了。我说你帮我把脸扭着，他就这样手伸到我前面，把我脸就扭着了。
嗯，是呢是呢，就是减了两个小时。我有张玉叶睡觉的，他没有我睡觉，我有他睡觉的。有一天他特别搞笑，我不知道可不，特别搞笑，特别可爱。他睡觉的时候就这样，手机就这样放着。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因为他今天。然后后来我看到他手机真的就这样径直砸到了脸上。是到脖子痛，因为我一上车，我那个头就开始左右摇，又晃，就开始来回晃动了。刘海都吹飞了，我真只能这样了。他那个形定不回来了。不可以装闹钟了，不可以。笑死我！你们这样居然不偷拍，他们都不偷拍我的，都是我偷拍他们。他们都不偷拍我。现在脸好大、啊。脸好大，晚上好。我在那里气的都要过呼吸。晚安，你要睡觉了吗？你要睡觉了吗？今天早上预约特别逗，他早上九点睁开眼一看，我在那个小沙发上，就那么小沙发上睡觉。他过来叫我的时候，我气的，他把我拍开，我睁开眼，他又震惊了一次，因为我美瞳都戴着，我没有摘美瞳，因为昨晚太困了，就那样睡着了。我说话现在都大声不了，我这边好疼，我都动不了嘴巴。愿望，可能是十年后的愿望吧。嗯，是不是拉满？刚拔牙，拉满，没有拔牙，没有拔牙，就是智齿它肿了，就智齿它肿了，然后那个叫什么？这边的牙它好像有点长出来，就顶着肉有点好疼。晚上好，晚上好，就有点疼，所以说话就有点。张不大嘴巴，今天晚上都没有什么吃，该拔牙了。但是它还在肉里边。我拉满看看。这个牙它还在肉里边，它还在肉里边。拉满还好，是不是？是不是？智齿吗？对，智齿它还在肉里边，就没法。拉满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拔掉。医生说。医生说得等它长出来。拔了会更聪明。其实说实话，他不管他聪不聪明，这样好疼啊，这样好疼，但是他拔不了现在。我好像没看出去，那我以后都拉满了。也没有，有点困而已，有点困就早点睡啦，就早点睡了。就早点睡。我今天是在各个地方睡了好久，今天下午看恐怖片的时候我也睡了。有区别，给我开回来。有区别，骗子。开头还是得拔，现在拔不了呀，拔不了。就是他现在要拔的话，他现在要拔的话，必须把那个肉割开，然后把牙拔出来，再不把肉缝合住。断断续续睡了多久？是当时是他们把我睡到中午吧？哎不，我没有，我九点那会儿醒了，大概十点我就和聊天，我就没有睡。然后下午看恐怖片，我睡了一个小时吧，睡一个小时，他们叫的我。他没有叫我，自己醒了。然后下午坐车的时候又睡，然后在吃火锅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吃嘛，他们后来吃完在聊天的时候，我也在那打瞌睡。然后就到了去看电影院的时候，我在车上也睡觉了，回来的我也睡了。真卡啊，羡慕吧。明天有些人是不是，所以今天晚上就不会。明天今天晚上就是还要上班呀，不困。但在电影院的时候、看那个电影没有睡。好吧，现在轮到我羡慕了，羡慕想。又一定要认真去看，所以就没有睡觉。请你上班。但是这个智齿，我去把你越来越疼了，把你夹给吃空。我看能不能挪一下，要挪一下。我就把你的那些东西。在哪都能睡着。是因为应该是晚上没有睡好吧，所以因为有点困嘛，所以下楼睡好。睡觉了，然后我帮你吃过。我知道，我看到你发的翻牌了，我看到你给我的翻牌，但是当时在看电影，我就没有回，然后回来就直播了。我等下了直播，我再回翻牌。不行，你不是不可以进直播间吗？做好了，我去帮你。你不是不可以进直播间吗？有去医院看过了，去医院看过了。
它断断续续的一直会疼。对呀、啊。但是前段时间不疼了，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又疼了。吃面子，就是想想吃面子。感觉真的很疼，现在确实很疼，就说话你看都张不大嘴了。刷牙的时候最疼，那个水进了嘴里漱口的时候都鼓不起来这一块，可疼了。你喜欢这种，你喜欢这种自然挂的，是不是？其实今天卧蚕画的很蛮明显的，是吗？可能有点脱妆，而且滤镜一加就有点淡了。今天画的很明显的，跟之前画的一样吗？我也觉得我适合大纹。你今天就好疼。就是好疼，就是好疼，我现在就好疼。就是我当时看都瘆得慌，怎么可以在肉里长一个牙齿呢？拔什么牙？但是现在他不给我拔，他不给我拔，我也想拔了，不给我拔。直男，这别看拔，这直男看不出来吧？但是他现在不给我拔呀，他说这个肉他说这个肉不好割，得做大，他说的都是得做大手术了，还不吓人。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他现在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就是不给我弄，他就是要等。对呀、啊。他说长的过程中，他说长的过程中他会，有时候会顶肉嘛，会肿啊，或者干什么的，就忍一忍就好了，忍一忍就好了。我觉得你去拍古风写真应该很美，是吗？是吗？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剧场让姐姐帮我剪这个。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比较喜欢女团类似的那种写真，我不太喜欢古风的。不过大家好像都说我古风的会比较适合我，我可以尝试一下。我刚刚说这个大蝴蝶结好可爱，可以试吃个雪糕，不能吃雪糕就吃不了东西，吃不了东西，是吧？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这个蝴蝶结很可爱。撩开显得额头好大，其实我额头没有那么大。迟早会，不会啊？他只是智齿，为什么要发烧啊？为什么要发烧？能完整长出来就，但是已经两个月了，它没有往外长。我三月份在家的时候就去看过了，它不往外长。感觉它现在它顶住的时候，我以为它长了，结果今天早上就是对着镜子看的时候，它还是很小很小。揣秋的造型很好看，嗯，好多人都这么说。我都说了，它不是一直疼啊，它只是偶尔会疼。你觉得还好，我觉得不好。我看他们谁还在直播。不好。我这个刘海可以梳一个晚上。我智齿好疼，宝宝，我说话感觉，我感觉我现在说话有点像你一样，就是可温柔可温柔了。幼稚。那漂亮加推了，李老师。王丹。孩子。我感觉我现在说话就像你一样。我。因为我这边不是智齿吗？现在说话都有点痛苦。我说话痛苦吗？把你杀了。没有，我说我张不大嘴巴，就有点像你一样说话很温柔。人家才八岁，还不搞笑，有点像你一样说话很温柔。谢谢夏雅阿兹奈博送的银光海，谢谢。我要去找你去，你几点下播呀？早着呢，不知道呢。谢谢 B I O T O X V R Y K O L 送的一个玫瑰花，我不会念那个熊猫口中的熊熊姐姐。啊，我的，你又要播到几点？播到两点吗？不知道，再说。那好吧，没准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播去了。好，谢谢夏雅。让我挂了，不然一会儿还很卡。好，拜拜。好，拜。弟弟才两。不来找我，我要生气的。他这边肉就感觉已经掉出来一块了。祥子弟弟。对呀、啊，他医生不给我拔，我看过医生了。双厨狂喜是什么意思啊？双厨狂喜是什么意思？好会说，他肯定又在吃东西，我不太想连他，他肯定在吃东西。我今天一天没怎么吃东西，啊，这样子，我今天没怎么吃东西。啊，对呀。还连一下他吧，连一下他吧，看一下他。没有困，不困，精神的呢。我一肚子气。我知道是饭圈，我就是因为不懂啊，所以才问。一肚子气谁懂？他不接受，他不接受。他不理我，他为什么不理我？
你是知道我在吃东西吗才找我连麦？不是，他们让我连你，就是有人让我连你，然后我说我不想连你，你肯定在吃东西。来成都吃，一定要吃。结果一连就是，你多会儿你的眼镜还在我的房间？给我吃什么？这个视野，不然我不够了。我突然想点个炒饭吃。点吗？那你别吃我的。但是我没钱钱。我也没钱。你知道我穷，你还给我抢吃的。你什么时候点的？刚刚在车上的时候啊。谢谢夏雅送的荧光牌，谢谢，给你个比心三连。春一家，春一家，给一个比心三连。这样，这样，然后等等，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样。怎么？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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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啊、最后一个是怎么？就这样，对，我不会。一，对，一，二，不是叫什么来着？那个名字？三，一块那个是什么炒饭？一块铁板烧。嗯，就好像就是这个。比心三连，对啊，送我礼物就比心三连。好了，只能展示一次，就展示。我开个脸吧。梦真穿我的衣服也好好看。谢谢夏雅送的礼物，比心，比心，比心。我昨天拿捏的超好，能叫人动作。对啊，我都能叫人动作了。就今天在车上，回来车上的时候，突然，因为我每次拍照就是有这样的。人家你包呢？我包在地上。夏雅好久都没来看我了，就好久没来看我了。我昨天才吃晚饭，主播现在吃夜宵。我晚上吃可好了，居然吃火锅。对啊，我没怎么吃，我这边吃吃好疼啊。我吃了好多，我这样吃了好多。什么呀？这是我昨天才买的衣服。什么？你身上这个吗？嗯，99，在商场买的。买好看吗？是很久没，对啊，你都好久没来了，我还以为最近在忙呢。我希望我这个智齿赶紧好起来，我感觉这样说话好别扭，但是它好疼。今天晚上看那个电影，我们四个人都哭了，就陈林佳一个人没有哭。我真的找到泪点。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他还在震惊我们为什么都哭。没有泪点，我觉得看完很解气啊。谢谢。但是就很生气啊。就是很生气，很解气啊，完全没有泪点。有泪点。你就代入一下你自己。天哪，就是啊，你看把玉叶气的都那个，你就代入一下自己。人家说代入不了一点。代入不了一点，我才不是恋爱脑。人家也不是恋爱脑啊，这是一种信任问题吧。不是那个哪个问题。好了，那就代入不了一点。不跟你说了，我要看一下微博下边那个，然后看一下回复，今天有人让我回复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新的评论，然后回复一下。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很恐怖，就是文咏珊演的那个角色，然后说她在试衣间失踪了，然后去了一个什么场，然后在那里做一个表演，好吓人那里。我都回复过有新的。我跟你讲，你对灯光完了，要用比他更疯的行为才能那个，就是。都回复过了，我觉得看完有点吓人嘛。主要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觉得吓人？你们今天下午四个给我吓出心理阴影呢？全是我们队的人在播，就是很伤心，很生气啊！为什么电影都不哭？冷血无情的家伙，你回来什么时候点的外卖？是啊，我在车上点的。他在车上点都不叫我们，你要不问我们，你也没有说呀。你没有说呀，我吃啥瓜，我就讨论这个事情。我感觉问了你们应该也不会点吧。我下了播会回翻拍的，我下了播会翻拍。干嘛扣问号？我给你们讲一下今天下午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别说了，你吓死我了。我跟他挂了，我再说，不然他不让我说，跟他挂了。我当时是在最边上坐着。当时他在里边洗澡，然后妹妹就把那个灯全整个房间灯全部都关了，他在里边就大喊，他真的他那个声音本身就很细很尖嘛，他一大喊特别吵，他出来就吓哭他了。然后后来
我就去边上那个沙发那儿坐着，因为我不想看恐怖片嘛，我去沙发那里坐着。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给他关灯，他出来，他只不过是当时房间里是没有灯，只有浴室有灯。他就过来以后看到，就是走到这个角落看到我了，他突然大叫，他说吓到他了。我说我怎么就吓到他？他说我披着头发特别像女鬼。我说我坐在角落里都有错了。他还去他口袋房间分享，他还去他口袋房间分享说，我坐在角落里吓到他了。我说我坐在角落里也有错了，就可过分了。然后再后来是我在床上，他们看恐怖片，我就睡着了。他们超级过分的，就是妹妹他们拿着我的手机给我拍了几张我的就是睡觉的脸的照片嘛。然后我醒了以后，那个照片那个手机他们把我手机都拿走了。我说我手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第六感反应，我就觉得是妹妹。我说你把手机给我。他说他没有拿我手机。我说就是你拿了，你给我嘛。结果真的就是他拿了，不知道为什么第六感超级准。然后陈云佳在边上就给我们四个人拍了张照片，我当时在床上趴着，然后他们就发朋友圈了，有一点，然后看着我特别像没有呼吸了那个样子，想看图，你不想看图，你不想看，其实他剧情没有录下，你不想看图，剧情那个图不好看，就是电影院里就很过分，就是很突然，然后你也就看不了，就那个图在我的手机上。然后最主要是我一睁开眼，我看我的手机，它居然在我的口袋房间里发消息。是给小鱼送吗？给小鱼送吗？你猜我睡觉流不流口水？你猜我流不流口水？你们睡觉流口水吗？你们睡觉流口水吗？我不流口水，我不流，我不流口水，我睡觉很老实，我睡觉都是他们踢我，我还没有踢过他们呢。谢谢何处寻送的玫瑰花，谢谢。那你肯定说梦话，嗯，我说梦话，我说梦话的。你睡觉是？对，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踢他们，他们就先踢我。今天那张沙发睡觉反图，那张图是在房间里，就是没有人拍我，那个怎么可以拍呢？是后来我说我想给分享给你们，然后我说我还原一下那个姿势，然后玉叶给我拍了一下，然后我打了一下马赛克，只是想分享给你们。谢谢李一王送的礼物，谢谢。干什么？他们一般这种都是不会拍的，但是他挺佩服的。他早上睁开眼看到，他说你怎么在这儿睡？你怎么不上床？我说中间醒了，懒得往床上走了，因为床在那边。好甜美，谢谢谢谢。我说我不想回床上了，就是我的床在那边，然后因为刚搬来酒店嘛，我床旁边堆的都是东西，我觉得往那边走太麻烦了，我就没有回床上，我就一个人在这，就在沙发上那样窝着睡觉。我妈妈就说我，因为我在家里，我的那个床上也是会放很多东西，我的衣服什么的，她会堆的整个床，睡觉的地方其实很少。然后我妈妈就说，差不多价格。我很厉害，就是不管这个床它有多乱，我总是能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睡觉的地方，就是这么小我也可以睡，就是一张床上只有角落里的一点点我也可以睡，是不是都帮我娃娃各种东西都有。送些什么化妆品啊、饰品之类的？没有，就睡觉时把他们往那边推一推嘛，有一个自己睡觉的地方就好了。强子老师更厉害了，他是小木米，那就都是大娃娃吗？不是呀、啊，不是呀、啊，还有啥好？就各种小娃娃吧，主要是穿过的衣服有的时候自己很懒，就扔床上了。下车下错地方啊！你现在去哪里了？你现在在
为什么下车送回他？你现在去哪里了？怎么还能下车下错地方呢？他把你送错地方了吗？他就是故意这种直男发言，你知道吗？故意的。我今天晚上吃火锅好惨，他们都在吃，我都吃不了。回家。那你现在离你家还远吗？你现在离你家还远吗？这都一点了。你看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看起来呆呀，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看起来呆了？我看直播经常做这些什么，潮汕牛肉火锅。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我就像我的就是这个好起来好疼啊，有点距离解放碑。是在成都吗？玉叶，解放碑是在成都吗？对，是解放碑在重庆。哦，夏雅是重庆的。我不知道嘛，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重庆和成都我都分不清。啊、我离这个是百香果的籽儿。我知道在重庆，刚才已经说了嘛。对呀、啊，怎么了？什么问题吗？很多女孩子都蛮喜欢的，我们你家是解放碑的，还是说你现在下车下到了解放碑？潮汕牛肉火锅好吃是吗？不着急，反正以后要在重庆生活好久。来呀、啊、重庆，进了四八，进了 CKG， 以后就会在重庆生活好久。谢谢马高送的荧光海，谢谢，给你比个心，谢谢。真的，哦，是洋葱的家乡菜吗？就是潮汕牛肉火锅。但是我觉得吃火锅，我吃火锅就，我感觉我吃什么都是一个味儿。解放碑、洪崖洞，真差劲，真的。我知道观音桥、洪崖洞，我也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还是我们冬瓜老师厉害。但是我去过观音桥、洪崖洞，我没有去过。你是山西出身？一句话。对啊，我是山西人。我第一次来，我就是进 CKG， 我就第一次来重庆，所以这边在重庆只待了快两个月就来成都这边了，所以很多路我都不熟。所以你们就不要笑我，你不要笑我。我家住在山东。啊，我还没有吃过呢，觉得听他们这么说好好吃。怎么没去北巴离家近？想去北巴来着，但是当时报了名之后一直没有给消息，就来了重庆了。来了重庆以后，来了重庆以后，当时是四月底的时候，北京给了我通知了，北京就给我发邮件让我去面试，还有那个。上海的都让我去面试了，但是我在北京，我在这个重庆已经快出道了，就没有了。当时是等过的，只不过没我3月22号没有就报了名，没有给我通知，他到了4月底才给的。我就直接来这里了，这里快一点。哇哦！错过了，是的，就是挺错过了，因为那里确实离家近呀、啊。我严重怀疑。其实还好吧，其实还好。如果去面北巴的话，面试也不一定能过，也不一定能过。他们那边不是能力要求还挺高的吗？啊，我能力又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也不算是错过吧，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确。你能力还不好，我能力不好呀，我能力不好。骂人啊！你是第一次，我不紧张呀，我不是第一次离开家门出远门了，我不是第一次。我大一的时候就去安徽那个红村阿菊实习去了，实习了暑假两个月，然后大二是在那个虽然说在山西吧，也是在平遥，离的家也蛮远的，然后也实习过，所以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离开家了。所以我没有多难过，
你真的离咱蛮远的，习惯了习惯了。那会儿在安徽比这个还离谱呢，在安徽是在山里边，你就买快递各种的，你知道吗？他在那个景区，你来过广州吗？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以后会去的，以后会去的。哪里实习？当时在那个安徽那个实习的时候，他是宏村一个景区，是不是？他说大一实习，他说的是那个，社会实践。就它是一门课程，你去了那边，我们白天是上课的，然后晚上是属于社会实践演出。然后它那个景区是村里边，然后演出的剧场是五公里，就是村子演出的剧场离村子五公里。然后那个演出的剧场那是个山，所以我们买快递只有那个，只有，等一下哦。只有什么来着，就是邮政、京东和顺丰可以送过来，其他快递都得去那个村子里拿，就五公里。然后在那边什么也吃不到，其实而且身份证还给我们收了，就是怕我们有的人会偷跑回来。但是我后来确实是我就是请假，因为我们好多人他们一开始请假回去就回来山西，他们都不去了，就说我毕业证都不要了，我就不去了。然后后来就是大家都是就身份证都不要了，去了高铁站临时补办的临时身份证那种回去了。然后我是请假走的流程回来了，所以其实在重庆在成都一点都不辛苦，因为就是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什么，你想喝什么都可以喝什么，然后挺有意思的。还从大一就有剧场，那个剧场都不算剧场，就是一个景区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景区里的演出就是甩甩绸子啊什么的。我觉得 不学舞蹈都会怎么啦。超强，听着就好辛苦，不就是有点苦了，不辛苦，命苦。对啊，打黑工啊，但是学校就是拿毕业证压着你啊，说这是你一个社会实践，是一门课程，能坚持下来。我没有坚持下来。哦，这样子，对啊，而且在这里住酒店还不够好，住酒店还不舒服，多舒服呢。是就在那个安徽，好苦啊！天哪，而且那边还有蛇。我们演出下，他一天就一场演出，而且安徽那边黄山，我不是说这个城市不好，是宏村，我这辈子不会再去那里了，我这辈子不会再去了。这两个城市我都喜欢，对。我真的好。对啊，他就是缺人卖命的，就是学校安排你集体出去嘛，然后他们那边。你见到广州宿舍会去，我觉得就是大学宿舍都喜欢嘛，但是在安徽那边他真的很苦。就是晚上，他虽然晚上只有一场演出，是七点开始到九点到八点半，然后到八点半，就是我们上一个他是片段式的演出嘛，我上一个节目上的是他还没有下雨，然后我去后边刚换了衣服过来，他那个倾盆大雨下了，而且下的特别特别大，就我刚上场，当然会，他已经下上雨来了，就是当然会了，淋的人就容易感冒，然后回去以后就洗热水澡，然后他那个衣服也很潮湿，我不是有荨麻疹吗？他那个衣服穿的，我就身上每天都起疹子，虽然说不留疤，但是很不舒服。就对我不会再去黄山了，我不会再去了，我很对那个城市有了莫名的抵触，但是就是黄山人我不知道在不在，就是我只是对那个景区那种生活，广八宿舍是公寓那种。我知道你是说他们的那个好，我是说就是普通的大学宿舍，像重庆的宿舍我都能接受，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住过更不好的，住过更不好的，所以是这种的有空调吹有那个住，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住我越来越傻，我而且重庆的是四人间，挺不错了，之前大学都八人间的，好惨呀，熬过来了。然后主要是更痛苦的是在平遥实习的时候，因为当时六月份七号去的嘛，七号当天去那几天特别热，他当时天温度是38-39度，超级热，然后他没有空调，就是我们两个是不想去新疆实习，我们班剩下人去新疆实习了，我俩不想去，我俩就安排到山西平遥了。然后你们是不是工资都？工资是学校介绍给我们，学校把我们弄过去的，工资是给学校了呀。学校只给我们1000块钱。因为刚刚才对，现在觉得很幸福啊，住酒店还不舒服。我想说，我再播一会儿再睡。对啊，四八确实不错啊，包吃包住还让你上舞台，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喜欢乱七八糟，一点都不乱。还不满意吗？虽然说公司可能有时候沟通力度确实有点不好吧，各种的，但是大家都在进步嘛，大家都在进步呀。
然后我接给你们讲，在平遥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空调吗，然后他虽然说也是酒店的，就是酒店比较近，但是他是变成了宿舍上下铺那种。然后我们两个女孩去了以后，直接就是那个房间只剩下上铺了，两个之前的姐姐在那演出嘛，然后我们就住了上铺。然后就是那三天晚上，前三天晚上我们睡不着，我们睡不着，热的睡不着，就是我也和我今天在那个沙发上，我腿搭在墙上，然后我的身就是上半身是在那床单上，然后我们两个因为新刚去那个宿舍嘛，也不敢大声说话什么的，毕竟下铺两个是景区的，在这里工作了三四年的姐姐，不错，人家们就是在那个床里面安了个风扇，我们去的时候又不知道，我们以为景区都有空调嘛，我们去了当天就赶紧下单买了风扇，但是好热。然后我当时幸亏我带冰凉贴了，我俩贴着干什么，但是一晚上睡不着，一晚上热的睡不着，超级热。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一个宿舍里有空调六人间，我觉得就很幸福了。就那样，当时他在我对面嘛，我俩对床离得很近，他就给我发消息说热的睡不着，我说我也是一晚上一整晚的睡不着，我从来没有那样热过，我就超级想回家。因为当时我妈妈跟我开视频，她就吹着空调在家里。这么怕热吗？你想一想，38度的天气，四个人一个宿舍，一个风扇都没有，你怎么睡着啊？这是怕热吗？38、39度、40度了，你没有空调。不想知道。重庆的晚上没有空调，你可以睡得着吗？我大学毕业宿舍就光，在学校我觉得还好，在学校的话就没有装空调，我觉得有。都可以，因为他六月份最热的时候他就快放暑假了嘛，但是平遥的时候是六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演出，好热。两个啥两个经历真多，因为念了一个不好的大学，念了个不好的大学，你看着对呀、啊、当时是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呀，当时我都说了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刚去了，不可能十一个，只是对听说的是最差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去训练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十人间，所以另一栋楼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瞎说的，你信他，怎么可能十一？有的地方还没有浴室啊、哦、那倒不至于，实习的地方它都是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的，它确实不热，但是它有浴室，不是它确实不怎么好，但是它有洗澡的地方。对啊，真的很热。我也住的是顶楼。才几天他就看腻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改造，我不知道的。就是大学没有空调，我觉得很正常吧，好多大学都没有空调，北方是的啊，我不知道，我上的大学我们是独立的洗澡的地方，我们是独立的洗澡的地方，然后实习都是独立的洗澡的，独立的那个，还住顶楼。对啊，住顶楼很热，真的超级热，就那会儿身上热死了。但是我们学大学也没有空调，我觉得没有空调可以啊，你六月份反正你就放暑假了，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你是在家呢。工学实习很正常，我也是被坑的，你想大一暑假没有暑假就去实习了，然后我们隔壁班他们是去的那个西安十四运，也超级热，但是他们是那个就是日夜颠倒，他们晚上都排练，叫整天排杂忘啊，场地大螺丝，我们那个就是分配的就很，至少是专业对口的，军训过吗？没有军训过，我没有军训过，我大学没有军训。因为我大学去的比较迟，他们10月20号军训的，我11月11号才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个光棍节，11月11号。也是蛮厉害的。近八要军训啊！我等一下，我捡个东西。这样说。我知道的，我看网上有说。我这边好疼。什么鬼马上？我第一次。在安徽那边还生气的一个点，
我当时去那个村子里去治我也当时也是牙烂了，我的牙真的家里遗传不好，然后我的牙烂了，我就去我妈说你那你先去看看吧，我就去看了，那个医生说先给我就是清理的东西，给我上药，我说你给我打麻药吧，他不给我打，他就不给我打麻药，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打麻药的习惯，我说那你有麻药吗，他说有，我说那你给我打，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给我打，我又不是不给钱他不给我打，然后他就轻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感觉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那个扎进去，他我直接感觉他扎到我头顶了，我这边脑嗡了一下，我大叫了一声，然后他就他才给我打了一针麻药，但是他那个麻药好像兑了水一样，我全程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他像哄小孩一样，但是人家医生脾气挺好，像哄小孩一样。后来我就是他，后来他那时候上了药，他是让我过四天再去搞药什么的，我都没有去，我直接请假回了山西，然后打两针麻药，我害怕疼的，我打让他打两针。当天下午弄完之后，我这边鼻子这边脸全都是麻的。当女团没反对，为什么要反对我呀？当女团很丢人，当女团又不丢人，为什么要反对我？反正迟早找工作啊，为什么要反对呢？没关系，就叫姐姐也没关系，就叫姐姐也没关系。好多学校都是这样的，好多学校都是这样的，就习惯就好了。姐姐不会吃醋了吧？你没有办法，你反抗的话，人家都不给你毕业证。不会吃醋了吧？你反抗，人家都不给你毕业证，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么夸姐姐，姐姐更喜欢我了，哥哥不会吃醋了吧？你怎么那么茶，好像打你。咦，书记。对呀、啊、我大学我都毕业了，我要找工作的，他不会反对我。他是甚至暗杀他，今晚他最好睁眼睡觉，不让我暗杀他。而且就是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就是刚来这里刚出道完了，我当时还想我都想走了，我都说我想走的，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想走呢。我妈还说我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这点苦都吃不了干什么，她还一直让我留下的，很专业，她也让我留下，因为我在这里出道，我们学校的辅导员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写各种东西什么什么的，我妈就说你看你才刚出道都没有名气的时候，你们学校都这么重视你，给你打电话什么的，然后你现在就要走干啥的，她甚至都不反对。过会儿就睡了。今天多大了？我今天零二的。今天播的比较晚，我看大家刚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看看我们，没有发生什么。菜鸡重视全在播。因为我妈妈了解我，我比较爱冲动，我比较爱冲动，我就这种人。我问你在干嘛是吧？有什么问题吗？你这么以为也可以。十八岁是零几啊？十八岁是零几。我们怕我被骗吗？他生怕我被骗啊！他让我写什么优秀毕业生什么东西的，他让我搞什么优秀毕业生找工作什么优秀的评比的，我说我不搞，然后他我说我不搞了，我没时间，因为我当时在排练嘛，然后他就让我给他写一个什么的目标，他让我写目标，还让我写现在从事什么行业，然后他还说我回学校的时候，他我回学校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让我给他跟他合个照签个名什么的。因为当时，而且我们辅导员当时是在没有回别人消息，就是三四天了没回我们班同学消息的情况下给我打的电话，他还不那个，他之前对我态度可不好，我记得很清楚。我之前，我先回了你们话。什么？真的吗？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理由要，我就是冲动啊，不想待着走人，想的呀。我妈为什么？假的。为什么？家长为什么要对这个很那个呢？我不太理解你们的意思。之前好像。我之前他们也说，之前好多人说。嗯，因为我之前我大二的时候，我上技巧课，翻前桥，我把脚摔了，我脚肿得特别厉害，走不了路。然后第二天，我就请假了，因为之前请假的时候，我跟他请假，因为要跟辅导员请假嘛。我之前大一跟辅导员请假，他说你这节课是什么课？我说是民舞课。他说你跟老师请假吧。我说好。我就跟民舞老师请假了，都不用经过他们。然后后来，所以我那节课崴着脚的课，我就直接就跟专业老师请假了。我跟专业老师请完假以后，我把那个请假的截图发给了辅导员，
然后他到了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特别凶，他打电话，他说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宿舍呀。他说你请假不跟我说？我说啊，你不是说先跟专业老师说吗？我说专业老师说完以后，我截图发给你了呀。然后他一句话不，他就给我挂了，他就给我挂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可能冷静好了，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有请假要跟我说，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在哪，我还以为你是去听课去了，因为舞蹈生他即使请假了。他只要你不是说很严重都需要听课，只不过你不用跳而已。我那腿瘸了我都下不了六楼。我们那个辅导员好几年了，他很阴险的，都和家长吵。为什么要和家长吵？我妈让我来这儿，我都毕业了，我又不是还，我如果还念书的话，我妈肯定不让我来这，肯定是学业为重。而且公司挺好的呀，有些辅导员才刚毕业的，是这样子。我们辅导员也是，只不过他好几年了。我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好，我挺喜欢这个工作的。我妈也挺喜欢我干这个工作的。绿茶的。我妈很支持我的。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妈妈每天都问我。后来我记得很清楚，四月份她就很少找我说话了，然后我也不找她说话，我每天很忙。然后。他前几天就给我发消息，他说最近在忙什么呀，都不说话。我就给他拍了个照片，我说我要准备公演了，有没有看？看了呀，他还给我提问题了呢。他给我提了一堆毛病。他首演和直播都有看。他给我提的毛病就是你不要边哭边说话，你听不清你说什么，你声音大一点。你声音大一点，然后你不要那么紧张，你站在那里大大方方，该说就说，然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因为我的镜头很少，他看不到我舞蹈上的问题，他只能就没说没有啊，因为他看不到那些，他只看首演的时候我在哭，声音小，他其他看不到，因为我的镜头很少，你竟然看了什么都可以啊！我出道那么重要的东西，我妈妈为什么不看？我家族群都看了，我分享到家族群，我告诉我妈了，然后我妈分享到家族群里了，我奶奶都看了呢，不是我姥姥都看了，我外婆看了，拉票看了吗？青春时刻没有看啊，青春时刻没有看是单独那个我的那个。是恋爱高级是你发给我妈妈，她看了。多看 B 站，对呀、啊、对呀、啊，山西离这里特别远，她得坐7个小时过来呢。然后她没法过来，家里有事要忙。啊，因为我妈在家带孙子呢，她来不了，声音也不小，声音小啊，声音怎么不小？我都听不清我说什么，还不小。等着过年时，但是我家里亲戚不是那种，口袋直播感觉好点，我不止口袋直播好点，我那个也好点，握手电源的时候我也好点，因为面对面嘛，它不像是在那个在舞台上会紧张。口袋直播不紧张的。孙子，对啊，我姐姐，我有个亲姐姐，我姐姐都结婚了，她在家带孙子呢。我妈妈来不了现场，因为她在家带孙子呢，她每天很忙的。我就是茶头子。舞蹈的问题，我妈妈有说，恋爱告急她不止她说了，我姐姐也说了，她说你舞蹈再熟练一点，然后动作再放开一点，放大一点就好了。我说时间太紧，没来得及排练。她说那你再多练练。我说这个事过去都不用练了。她说那你其他舞蹈练一点，反正就是跟我提要求。公演感觉有点找不到镜头，我现在依然找不到镜头。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个有一个春夏秋冬，我看侧面的镜头，结果后来我发现就复盘的时候，我发现人家是正面镜头切的我看侧面，就蛮尴尬的。就怕家里同学下载口袋，我都想让他们下载，他们下载不了，他们都是苹果手机下载不了。我不怕他们下载，我都想让他们下载，给我点个关注，增一增我的粉丝量，他们下载不了，他们都下载不了。
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下载，我说我也不会。对，面对面，对啊，什么没空发呆，我在台上也不发呆，我在台上也不发呆的。对啊，好会啊，好上头啊。挺要感恩的。确实那是外孙子，不是因为那是不是就是孙子，不是外孙子。你们知道那个吗？入赘你们知道吗？不是外孙子。我有侄，我有，我姐姐是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小孙女，我侄女有给你。那些不是我姐夫，不是他是入赘，不是我姐是就是在我们家，所以我是姑姑。对我的首先评价如何？就是刚才那样，就是刚才那样，刚才说的，给他们一个外服务。我不懂那个东西，我不懂，我不懂，所以我就是他们下载不了。我说好吧，下载不了就算了吧。对啊，对，都是苹果。不是啊，这为什么？这跟大户人家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 B 站的，应该没有吧？这个跟大户人家有什么关系啊？应该是。那我家两个女儿就是真假的，我家两个女儿弟弟妹妹，我不是弟弟哦哦那个，我不是弟弟妹妹，那是我姐姐家，我姐姐生的孩儿。那家里两个女儿，我姐姐就留到我家，我就嫁出去啊。这为什么？这跟大户人家有什么关系？但是前面那边是不是还有啊？你们这边重庆这边没有吗？我们山西那边还蛮多的。丢脸丢大把了。山西那边还蛮多的。啊。虽然说是我侄女和侄子，但是就是还挺像我弟弟妹妹的，因为从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就是每次小时候抱着他，抱着他，破一千了啊，一千多少了？现在一千整吗？真的，刚刚才到家。啊？怎么刚刚才到家？刚刚下班吗？电梯，爬33楼，好，33楼居然爬上去了，好辛苦哦！快歇一歇，快歇一歇，喝口水。这将成为我辛苦螃蟹姐姐了，正好一千。是谁捡的？好，是谁捡的？给我吃。一千整，好。谁捡的？干什么？谢谢西开鸡马星月送的礼物，谢谢比心比心比心，谢谢。谢谢螃蟹姐姐送的秋天奶茶，送的五彩绳，谢谢比心。然后下一个比心怎么来着？这样。能问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你问嘛。取关，可以的，取关吧，可以的。弟弟妹妹指的是家里有小孩。什么啊？人家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没有弟弟妹妹，我没有弟弟妹妹，我只有姐姐，我没有弟弟妹妹。我是说像我弟弟妹妹，我没有说是我弟弟妹妹哦。亲姐姐，对啊，亲姐姐，你和谁一间房？我和张玉叶一间房，和我们队的张玉叶一间房。只不过我比较喜欢到处浪，因为前辈和我都蛮尴尬的。还漂亮的人特羡慕大家庭。哎，我跟你讲，就是确实我也很喜欢热闹，我也很喜欢热闹。就平时我家里真的很热闹。我讲话，他每句话都回应我了。就是、我家我算算啊，我爸。爸妈妈姐姐姐夫侄子侄女我、就是、然后七口人回应我七口人对咱就说到处呢取关会减少反复去嗯今天还会去不会今天晚上洗漱完直接就躺床上了、就是、不往沙发那里躺了不然就容易睡那里。一般去，其实一般还是留我房间比较多了。我只是偶尔会去他们房间，因为之前预约直播他有点吵，其实可以说的嘛。他一会儿会揍我的，他直播声音有点吵，吵的我没法播。你看他还在那笑，他今天比较安静，我今天就留在我自己房间了。哼，他今天答应我安静一点，然后今天晚上我会在自己房间睡的。他刚才还在那边哼，我不是 wink 啊，我不会。你看我今天那个照片，我都不会，他们都说，你们都笑我，我不会。你看，我真的不会，什么可能不会？哪里来的口音啊？不会，像抽筋了一样。玉叶，你会那个眨眼吗？我不会。他也不会。可以练，可以练。
不会不会，像抽筋了一样。我会两只眼睛。像抽，谢谢几点 M 送的玫瑰花，谢谢比个心，谢谢。我没有口音啊，我哪来的口音？人家可以飞吻。人家普通话可好，哪来的口音？飞吻那肯定，那肯定不是说飞就到家了洗漱完，这么好，那早点休息哦。你现在要睡觉吗？你想要杀进，杀进，杀进眼就这样，好傻呀。不行，好傻，真的不会。我现在不练了，我一会儿下了播自己对着镜子练，我自己对着镜练，好吧？我怕你们截我表情包。我怕你们截我表情包。是这样的。就这样吗？我怕你们截我表情包，我怕你们截我表情包。已经截，还不过分，好过分。凡士林。挺可，不会，我们就偷偷截。半年练成。比心对着镜子，不是，是这个。他们说 wink 就这个眨眼，好傻，好傻。对着镜子，比心还用吗？比心，比心，比心不是轻易去比心。这哪里哪里脸？你怎么瞒着我？我的三连比心，比心，比心，比心。精华，精华。在学，他们在教我，他们在教我这个，他们是他们在教我，不是我在教，他们在教我那个，但是。不是，是可爱的，他只是有时候可爱，你知道吧？他一下没咋的。他们在练习是拍什么呀？因为我跟卡比他们，我们是去看的电影。我回来以后就直接在房间直播吧。我明天也想去练习。韩式比心是哪种？好的，好的，我下了，我一会儿下了，我要去学一下韩式比心的十来种。什么？群里有什么开播提醒吗？谁提醒的？哦，他们想录那个发抖音。哦，今天听他们说了，因为当时他们嫌公司的那个给录的不好。哦，是人工提醒的，可以。他们想发抖音的，我明天也想去练习室，算了，明天再看吧。没有机器人吗？我明天也想录抖音。那是人工提醒的，机器人可他们这会儿还在吗？可机灵了，机器人他肯定一上播他就会提醒。我们今天全队都在直播。播这么久了他才提醒，肯定不是。全队都在直播，我一会儿还要去找朱朱去。还在，我看到了。没有机器人。看这个多可爱。没装机器人吗？还不可爱。可爱。想多看一眼，叫冬瓜碗机器人。冬瓜当这个机器人就行，我觉得。我不吃它里面的珍珠。什么凌晨四点发消息？这个蜜雪是我怎么可能凌晨上午点的？我凌晨中午醒了，特别渴，咬不动了。对，有点咬不动，就吐了它。我吐了它，这个智齿长了，这智齿长了两个月了，还没有长出来，还没有长出来。嗯，智齿。它光是这样弄得我好疼，它不长。它不往外长，这样弄得我就没法去拔去。长出去就去拔，长出来立马就去拔，立马就去拔。而且我听说拔了脸会变小，我立马就去拔。但是它还没有长出来。肿了嘛？虽然这样很疼，但是我老想这样。赶紧让大家来看冬瓜当机器人了。冬瓜？怎么当机器人呀？很免费。就是他人工当机器人嘛，追剧啊，追剧不追，追综艺我们会变瘦好多，只是脸会变小吧。拔了一下牙，我还没有拔过牙，但是我一直有就是补牙，我一直有补牙，我从一开始我已经补的就是习惯到什么程度，去了以后他刚给我弄牙，我就说你给我打麻药。而且我最搞笑的一次就是，从安徽回来嘛，真的很疼。然后他给我打了，
就是打了一针麻药，然后他问我就是轻视，他说还疼吗？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怕就像安徽一样，突然那样一下，脑袋嗡嗡的。我说你再给我打一针，还疼呢。我打了两针麻药，到了就是当时弄完牙，第二天我这个鼻子和这嘴角这还是麻的，还是发麻的。要是看我发疯，吃不了，我感觉现在都吃不了东西，好疼啊！明天好疼。看我发疯了，我给大家听一下我的笑声，有人要听的吗？啊，这个点了还在直播，因为我今天晚上播的比较迟，我好像12点才播的，去看电影去了。谢谢。你们要听我的笑声吗？看夕阳。但你听了不准，不准，你听了不准不喜欢我。你们听了不准脱粉，听到没有？才加完班，这么辛苦呀！我记住你们这几个了，我点一下你们里面啊：三元、夏雅、罗汉果、玉龟，就你们这几个。当然啦。就你们这几个，因为哦，还有李玉王，因为他们其他人好像听了。好喜欢这首歌。超喜欢说，听一下哦，不是这个笑声，我感觉他怀疑我，我觉得是他过于剪辑了，都听了一个小时，当闹钟可以吗？不可以，你知道吗？不是这个闹钟的这个声音，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去看电影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哭了，我们几个人都哭了，然后出来以后，我说他们去上厕所了，我说我刷一下视频吧，我就点开那个 B 站了，然后我一看主页真的。他说什么、啊、那个文案是奚梦真银铃般的笑声单曲循环，不是纯享版2小时。然后我说我点开听一下吧，我平时都控制我自己的笑声的，昨天没有控制，在猪猪那个在别人直播间。你就是比较喜欢这些盒子。最搞笑的是当时我在那商场，他们在厕所，只有我和陈玉佳在外边，我在那听，然后陈玉佳默默的，他本来在我旁边，他默默的走了老远。我一回头，我说你干什么？你离我那么远。他说嫌我丢人，因为当时就是手机在响，我也在响。干什么？不准去 B 站上去弄，好生气啊！是谁这么安利我？他怎么搞了2小时？我说不会搞哎。怎么能把视频搞成2小时一个笑声？就是让大家。我平时丢人的。我觉得很搞笑，怎么能笑出这种声音？我平时笑声，有点疼。我平时笑声不是这样的。没有不停播放，只能2小时。没有啊，人家都偷听。机长的时候给你听，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好丢人。晚安。谁？机长的时候给我，我就给他一个白眼，我给他一个白眼。我一会儿下，我等会2点钟下，怎么样？谁？机长的时候给我听，我就给他一个白眼。晚上好，小鱼仔。主要是你，我去搜一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不要出去！你们不要离开我的直播间！你们离开我很消息，不要离。又有人承认我是一了，哎，是谁？不是你到时候放、啊，大家都能听到，很丢人的。小鱼仔，夏雅不可以，我刚才都给你比心了，我都给你比心了，你不可以。你这样会让电话的朋友设成手机铃声，你这样会让就是公司的人都听到我的笑声了，包括在场的。预备声都没有微博。谁录的？我不知道谁录的。怎么？什么很搞笑吗？是。是搞笑视频，我真的。我不理解。干什么？拿给前辈听干什么？为什么要给前辈听？但是他确实是在我的首页那边。刚才有个人说也在他的首页。都是 B 站。可能就是经常看到会推荐。哎，我的天哪！怎么这个大脸？我只是觉得直播间就是我这样说话声音小，就是有点这个大脸，我真的太安静。我说声音大一点嘛。然后我说给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干什么？你们不看我直播？你们我说我跟你们聊天，你们都不跟我说话，然后这个大脸，我让你们听一下我的笑声，你们就都去看去了，上 B 站首页了。
这个大脸为什么这么过分吗？放上去这么过分吗？为什么撑这么大的脸给我放上去？为什么要给你扇在前面贴？为什么？还在跳图加油！谁笑这么大声？经过就是是的，其他视频我还没刷到，这是我第一个刷到的。到我面前来给我笑，让我听听。干什么？我好像知道是谁呀、啊？因为他。我暗杀了谁？珊珊前辈，在珊珊前辈那里，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就是不要让他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好不好？不要让他觉得我是这样的人。等晚上下。我好爱我、哦、他是不是为了我专门去注册了一个 B 站的账号，给我传了一下？吓死他了！挺好玩，一点都不好玩，纯享版。对呀、啊，文案，银铃般的笑声，2小时纯享版，他还不离谱。你谁的小号？我也想问这谁的小号？他 IP 是重庆。我哪笑得过你们呀？还有150个播放，还有两个人正在看，是哪两个人正在看？晚安。哪两个人正在看？我每天睡得可早。生气，我真的我早睡早起，早睡早起，不像有些人啊。我去点赞投币，你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刷、不要瞎牙，不要嘛，丢人的，很丢人的，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出去，就在我这里，不要出去。俄式比心，小姐是哪个？我是 CKG 的吧？我可以看一下左上角，我是 CKG 的。晚安。我一直在循环，是怎么被录下？我也不知道怎么被录下来的。挑图的夏芽已经出去了，是不是？夏芽，你今晚上睡觉最好睁一个眼。你今天是我暗杀的第一个人，然后洋葱是第二个人，三个人正在看，哪三个人这么过分？晚安。哦，现在没人看，15。手机播放视频直播暂停。对呀、啊，对呀、啊，你们不要去看嘛，不然我直播就暂停了。我还没出去，等下，等下什么鬼？你别出去了，为什么还让我等下？晚上好。你没有出去就没有出去吗？你为什么还让我等一下？你是要说等一下你出去吗？等个10分钟。他已经冲浪冲累了。哎，兴奋，黑长直好好看，谢谢。等那个20场公演以后，我就要换黑长直，马上一键三连。兴奋，是谁在抹黑我？是谁在，就是让新进来的宝宝要听我，新进来的家人们听我的声音，我就把他踢出去。刚才某个人说的话，我就可以当没看到，我就可以当没看到。需要准备啊，随身携带。我要把这个视频，让他离我远一点。没了啥都不能，没了冲浪。但他还怪会挑图片里，挑的还挺好看的。需要准备。一键三连是什么鬼？你们怎么还有人点喜欢？点喜欢，我要给他点一个。点一个不喜欢，哎，哦，不喜欢还得登账号，我都没登账号。谁住海的？哪里住海的？喵黄，我知道我还求出处，求什么出处？可以了，求什么出处？别再夸了。我要给他投一个不喜欢。是谁？是谁去给他投币了？你有这4个币，你能不能给我刷个礼物？杠上了，他就和这个名字杠上了。算了，还是让他。哎，不要六，我等一下，我要等一下号64251925219。干什么？为什么这周公送车？不要让我丢人好不好？不要让我丢人。高护画质还很护吗？你试一下出去一下，看进来还护不护了。币不值钱呀，是吗？那你不要，
子轩哥哥，你再出去一下看护不护。刚看完《消失》，我也看了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很好看的。但是我们都哭了，我们都哭了。八个比七，你们好过分啊！ OK，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都实话了，你看到我愣着，不剧透。对，我们不剧透，我们一会儿说。但是真的很好看，真的就是，你想我今天晚上这么困的情况下，我都没有睡着，我都是完整的把它看下来的。这周为什么会有很多外地粉丝啊？为什么？出去几？的确。对，结尾是有一点点吧。的确。觉得不算是一个。不知道是哪来的。不是我心目中的结尾。好像是谁的？好像是不知道。哦。子轩哥哥，你知道他们，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昨天晚上有人把我的笑声录下来了。然后他们说到时候送，但是不是送车的时候给我外放。算了，我在你这里也没有什么形象可言，我让你听一下吧。我让你听一下，你不要笑我哦。我让你听一下，你不要笑我哦。我喜欢之前那种，我喜欢之前那种。哎，怎么暂停？怎么暂停？好了。就说话不要带。已经有人发弹幕了吗？你们好过分。就要不就。就扣什么不好？你是新进来的人吗？这不是我的笑声，这不是我的笑声，这是我们队里别人的笑声。还是子轩哥哥会欣赏，你们都不会欣赏，笑的比他都甜。别带我。谁的？我不知道是谁的，我就是在 B 站随便刷了一个视频，我就听一听，我觉得很搞笑，我分享给大家。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笑声。别带我了，就送车的时候不要放这个嘛，这个有点不太好，不要放这个哦。你。为什么要在 B 站上弹幕版聊？我是张信成吗？我记得好像是。好过分啊你们！那我可能记错了。小绿龟不发呀，我都能看到你们的屏幕哎！我刚才看到你们评论，我去看四分钟的时候。点了不喜欢，谢谢你。点赞投币留言了。不是吗？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怎么说呢？不想说话。你是哪一个？你是院长是个宝器那个吗？你是哪一个？就你们这几个人都记住了，笑死。干什么？我只是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你们，你们不要很丢人。我笑声其实就是从前段时间他们才发现了，因为我装。你说谁是宝器？这个是个院长，是个宝器。嗯，哪不对吗？我觉得挺好的，充满热情，真是对吧？就证明我很开心，因为之前我笑，我刚来重庆，他们就都没发现我这个笑声，他们都就没有发现，因为我笑的都很文静，就是没有完全释放出自己。昨天就是很开心，笑得很真实，就释放出自己了。然后就有人，然后就他录还录吧，他写的是《银铃般的笑声》，两小时纯享版，纯享版。不该留言的，我记住你的 ID 了，我记住你的 ID 了。今天可以复制一下，今天没有笑声，今天笑不出来。我今天张大嘴笑，我这个智齿这里会疼。今天笑不，我不查水表的，放心吧，我不查水表的。啊、说吧，不查你们水表的。嗯哼哼，查吧。而且今天复制不了，哪天给你们复制吧。今天好像笑不出来，今天这个智齿有点疼，张不大嘴，我连这样的疼。智齿会痛，我不能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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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摸？主播，我是主播，不是主包。竟然姓姬，组成必须。
是的，是的。要这样吗？怪不得你这么……我是现在不能笑，现在我这边智齿很疼，不能笑。只是现在不能笑而已，不代表我一直不能笑。等一下，等这个过去啊，等这个过去。谢谢罗汉果送的端午龙舟，谢谢哥哥比心比心。好，下一个比心怎么来？这样，对，这样三连比心。第三个总是连不惯，连不惯。嗨嗨，思妍下播了吗？你们回来了吗？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超级搞笑的事情。不要听那个闹钟，不要听那个，不要听我的笑声。蹭到的，我的耳朵已经没有，而是专属，就专属。我的耳朵已经过来了。谢谢绿龟发芽来送秋天奶茶，谢谢谢谢。我给你们讲一下那天那个春夏秋冬的时候。就那天不是没有喝水吗？上场下场的时候，我不是最后一个下的吗？他们在前面，我在后面，我真的很渴，我就。对。嗯，等一下啊。对。我就想一下我怎么。我就这样，我在后面一直这样，然后前面三个人突然回头说。后边是谁呀、啊？我说我呀，怎么了？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发声，我的嗓子有点哑。他们都笑了，控制不住，谁懂啊？我有时候真的会发出一些奇怪声音。听那个干什么？笑声是，笑声从小就遗传在家里有，我妈妈也是这个笑声。我不难知道，对。无脸男成一口老痰，对，那天晚上就这样。把茶柜，没有，还是就是温柔一点的。真的很无语啊！我一会儿就删直播回放，这个声音也可以接受。一会儿就删直播回放，我下了播就把直播回放删了。一会儿欠你老痰，没有，人家嗓子里没有痰了，人家嗓子里没有痰。就是我也很喜欢。刚刚录吗？哎，没有人录，已经过去了。一会儿要回放，我就删了。三小时咳痰唇下巴，我人家没有咳，人家只不过开个声而已。等会儿来听我唱 rap 好吗？小姐姐，长得少女时代金泰妍是吗？你等一下，我搜一下金泰妍，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咳痰。两小时老痰，我没有痰，没有痰，没有痰。我搜一下，长什么样子？真的吗？我感觉你们说我像谁谁的时候，我很开心。我觉得像的都是美女，眼睛像，开心。哎，她好美的，眼睛像。我大概只会不敢笑声，能憋住啊？我已经习惯去隐藏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像这个笑声，我都会憋住的。昨天没有憋住，本来就没不用笑。谢谢子轩哥哥，比个心，比个心，开心。但是我觉得笑的还挺好的，他们都很好看。你的同学都找到工作了吗？都找到了啦。为什么要担心我同学们呀？为什么要担心他们呀？哎呀，没有啦，因为有些老那个是真的，照片都好美。不知道。我视频没有注意看，我再看一下。他好像都选了。在唱歌嘛？他在唱歌呀，他有什么奇怪笑声？这两天都叫发疯的。他照片美是因为他选的都是。这两天都叫。他选的都是我超话里的照片，我超话里的照片大概拍的都很美。我看他选的都是谁的？选的超话的照片。希望同学，他们不来的，他们不来，他们比较懒，他们喜欢去景区里，因为景区里一天一场，一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轻轻松松还五险一金。他们不来这里，我叫过他们了。期待你的自拍。好。好。自拍明天搞。那我以后干什么？我的丑照为什么不让我看？你要给他看。我不想跟他。猪猪说想我了，我一会儿下了播去找他。谢谢漫画家送的艾叶香薰，谢谢比心，然后比心，比心。对
叫过可还行，就有一个也来过了呀。晚上好，晚上好。就我当时有个朋友，他来过了呀，上了一天，当时公演训练，我睡完明天再。晚安，曼哈家，晚安。他进来都会飘。就是那个，他来了一天，就是那个青春的诗，他上午喜欢青春的诗，然后下午喜欢声乐，他晚上我们要复排，合在一起复排，他都没有他留，他就直接就走了。我是有把我朋友努力弄过来的，努力叫过来的，不是弄过来。晚安，曼哈家，晚安。在洗澡，谁在洗澡？猪猪吗？我一会儿去找他吧。他下播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还在直播，他想我什么？等他下了播吧，我不去找他。昨天就在他直播间，露出了我的笑声。昨天在他直播间，一群木乃伊，然后让我不要过来。啊，我也想看，我也想看我的照片吗？这么晚了，别去了。我发现了，没事啦，我们都是一个楼层的。他就在，他就在那边。你们还不睡呀、啊？夏夏雅，你还不睡吗？我可以去帮你叫。我可以帮助你。我一会儿，我一会儿绝对不靠近那个沙发一步。昨天晚上睡得我脖子疼。我可以帮你。劝人入团。杨子老师被我无语。天打雷劈吗？被我无语住了。是吗？主播不是我，这么好啊，这么好。你发现什么？又要睡着了，靠近又要睡着了。对，又要在那里睡了。我五雷轰顶那种，因为很正常。就之前有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好像就是劝人学什么，后面就是加天打雷劈。我就直接五雷轰顶那种。对，就是当时我刚来嘛，我也不知道他后续会什么的，我只知道。当时来了这里不是被骗了，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这里，我就跟他讲了讲，包括工资各种的，有时候有点不好的待遇都跟他讲了，我说很辛苦，他要来呀，我说那你来吧，我都没有套骗他什么的。他来了以后他就学了那一天，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但他前两天他又想来呀，上次老师那时候要他前两天又想来，他又给我发消息了，然后结果他又想来，他看我出道了他又想来呢，结果他准备要来，他又后悔了，说各种的，就是一直矛盾体质吧。你姐姐什么？我姐姐不是我姐姐，我同学，我姐姐都生了孩子了，他怎么能来这？啊？说后面的月月好看？怎么可能？我可没那么还是别。我没有逼他呀，是他自己跟我说想来，又自己说不想来，各种的。他因为合同的问题干啥的？是他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考虑嘛。我就没有，对啊，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就是花的路费嘛，花的路费很多，来回小两千块钱路费，然后又走，我没有，我说这次你想好吧，你来了之后又是很累，别到时候又走了。花路费的这个方式出圈是没想到，我以什么方式出圈了？为什么方式出圈了？不要，不建议来。对啊，我其实就不建议来，但是我也不能直接说你不要来呀，人家想来就让他尝试一遍嘛。所以结果没有想到自己就又后悔了。他说反正丢的也不是我的脸，他说反正丢的也不是我的脸。对啊，梦想还是坚持，因为他说，然后他就进。他说你出道以后，还累不累？我说累，我那会儿，我记得公演完那天，首演完那天，我一晚上没睡觉，从早上，首演那天是早上八点起床，到第二天凌晨八点，我都没睡觉，因为晚上拍那个青春时刻的视频，就一直没睡觉。我说很累的，长得漂亮点还行，是的。也不是吧，看每个人的就是闪光点嘛。你就是人头皮好过分，这么大心小，就是我觉得想一出是一出的，就是很容易这样，其实对自己对公司都不好，因为想一出是一出。我自爆。对啊，管拿的钱少，工作压力大，下班时间也不固定，不错。哎，然后有时候还会被说来说去什么的。
你就改回就真的要想通浪泉团那个名字好，就要想通。你就改回，如果真的不是热爱这个东西，就不要了。嗯，他只是看到我出道站上台上了，改回去吧。看到我发的照片那些，然后后面他羡慕了，他就忘记自己之前知道，他就忘记之前训练有多苦的时候了。小偶像无关。也不算，就是我没有想到过他出道以后，我只是想他来训练，又要训练2天，又觉得累走了，因为当时他就是觉得累走了呀。大千说过，嗯，其实你自己看小偶像是谁呀？隔壁播少女时代，对他现在快蹦起来了，他那个腿。是吧，我也觉得，我训练那会儿真的好累啊，这会儿也累吧。但我觉得就是像每次公演的时候，就是跳完整场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就在剧场一整天都是不累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快乐了，好不容易。人家不行。但是你知道吗？像店员什么的，都不累。但是相反。店员的时候没有人来握我的时候，三个小时我坐在那里，因为我们不能拿手机嘛，就这样好累啊，又想睡觉什么，可累了。但是就是你一直会有人进来握我，跟我聊天什么的，我一点都不累，我好开心的。就上次店员我就很开心，就比如听到了给我唱歌什么的，我就可开心了，三个好，我有下播看，有气氛。咸鱼2天天天睡觉，我也是这两天蛮快乐的，一直睡觉醒，看手机。今天感觉睡得挺多的，今天我感觉是睡神，我走哪睡哪。唱歌太经典，唱得很好，我很喜欢。都很好。暗杀，我有那么凶吗？不会暗杀的，我没有那么凶。睡神，我真的感觉我今天是睡神，我走哪里睡哪里。谢谢大哥，你这么甜，我都。是吗？那唱歌的是谁呀？反正唱歌那个哥哥唱的可好听了，可喜欢了。暗杀。对啊，大家都想被杀，不理解。秦牡丹前辈，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可爱的前辈了。我们排那个端午联合公演的时候，然后他要给我他的麦，因为他上完他那场，他要给我麦，我们在排练室练，就是要练一下这个流程。我在想我的麦在哪里，我哪位前辈给我？我一直在寻找，但是我也不敢过去，我比较社恐。然后这个时候前辈，他旁边还有一个前辈，我当时忘记，就是秦牡丹前辈。另一个前辈就抱着秦牡丹前辈推他过来，推着他突然走到我面，就是我这样背对着，我突然一回头，两个前辈在我这，然后我看到的场景就是这个前辈推着他，说你快给，然后我扭过头来，他说给你麦，他都没说话，都是旁边那个前辈说的话，说给我麦。后来我知道他以后，我这个人就一点都不社恐了，我就去主动找前辈，我说拿麦呀、给他送，他真的很害羞，好反差萌。我说这样行，那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志军哥哥来，真的好看，对啊，很好看的。说话很慢，他说话慢不慢我倒不知道，反正他那天挺逗的，就是给我的反差感特别逗，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社恐的。我看到了，我好像日常想太多啊。他晚点说他想的很多吗？那我突然觉得好像和我挺像，我也想的很多。不是啊。说的是前辈。我都没烦啥。谁想吧？对，大家想都挺多的。只是说他好可爱，慢就是好社恐啊！我就觉得我挺社恐的，我没想到他也能，他比我还社恐。你明天不上班吗？前辈们说话应该都很温柔吧？成绩还没有。我感觉就是，即使说话不温柔，你这出道你也得温柔一点。我感觉大家都挺温柔的。
什么你在他不上。闪电偶像，闪电偶像是什么意思？闪电偶像是什么意思？好好奇啊，真的好好奇啊。黄宇轩前辈也很温柔啊，他还不温柔吗？他说话超级小声，得看。闪电偶像是什么意思？闪电偶像我没有懂哎。我想起电卧的时候了，电卧的时候，因为那天就是很吵嘛，我说话声音就是说，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到，我就声音放大了，然后他就说我凶。那就几点上班？差不多我们就睡了。在我这里是沾边的，在我这里是沾边的。我猜猜我这么难猜得到、在我这里很温柔。这么难猜得到啊？谁说你凶？对啊，谁说我凶？电话的时候有人说我凶，因为太吵了。没考好，为什么一直不肯说呢？因为太，因为当时太吵了嘛，我听不到嘛。我觉得考好了，可能我都在想，可能都是庆祝去了。真的，看他还在那儿。对啊，上次店员就是我想的话题啊，聊的还蛮好的呀，因为，因为我有就是。有店员这样聊的多了以后，我话题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之前感觉那样话少了。上次店员咱俩聊的不是还挺好的吗？没考好安慰一下他。那看考好了，一分钟可以说考好了是考的多好呢，就是慢慢的聊的就比较多了。庆祝过了，嗯，不错，就是店员时间店员的次数多了之后，不错，我就没那么社恐，然后也没那么尴尬了，就是话自然而然的我就也多了，蛮不错的。上次电卧全程的辟谣，辟谣什么、你是跟我电卧的时候辟谣吗？哎不，电卧哦，想起来了，习惯就好了。而且因为这个他时间太快了嘛，我都把我的语速，我都把我机关枪的语速发挥出来了，说话特别特别快。好，好眼。我真的是，是吗？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紧张什么呀？看我看到大家，我看到哥哥，我也紧张，不然听不清，因为很吵嘛。因为我当时在门口坐着，我当时在门口坐着，然后周围是全声音嘛，就很吵。那时候说我在中泰看，对啊，有的人就是在中泰看着公演，这边还能跟我电舞，就是很神奇，很厉害，这还不厉害。但是也好感动哦，这个时候还能想起我，看着那边的公园还能想起我，就是，是的，很感动。烘焙师，这个还不感动。烘焙师、甜品师，我觉得都蛮高大上的。那是最美的礼物。不知道歌词。好疼。那是爱情。不要硬夸，不要硬夸，大家都很好看了。隔壁看放星星吗？他不是在放歌吗？放羊的星星，宝宝你在看放羊的星星吗？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什么歌？在放歌。这歌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没有想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我能唱的。现在就睡了吗？谁现在就睡了？嗯。是吗？是吗？累了就睡呗，明天不是要上班吗？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东西嘛，我是后来就是，他是那是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说还居然还能这么闲呀、啊，就是那边看公演，这边还能握我。
后来我知道了，好多都是在里边看着突然不想连，我等会儿突然出来握我的，想听两小时笑声。好吧好吧，就是牙疼，然后有点就是说话声音不大，既然你想听那就满足一下你们，反正你们都听过了。等等，我先看一下评论，我再让你们听。连赞还在啊，十个赞了。什么？你都没事。我跟你们说，这个不喜欢，这唯一一个不喜欢就是我。这唯一一个不喜欢就是我，唯一一个不喜欢就是我。哎，我这边不喜欢，他那边是不是能看到我的账号？是不是能看到我的账号呀？咦，那我赶紧取消了吧。取消了，取消了，不给他看我的账号。是谁啊？看不到的，看不到的，看不到。那我就来，我让你们看着，我给他投一个。不喜欢。啊，算了，还是取消吧。哦，这样子，我闭着你。哦，是要听是吗？把这首歌唱完吧，我们就下了。哎呀，别放了！救命！哎，怎么关？好了，听一声就可以了。啊，小云，你们要听什么？你们要听？又来，听一下我的恋爱告急吧，听一下我的恋爱告急。哦。大笑的他，来，我要用恋爱告急。我要用，听一下，救命！不，听一下我唱的恋爱告急。咱们，我跟你们说一个更搞笑的点啊！等一下，我的恋爱告急特别逗。等我的恋爱告急超级逗，就是啊，他这样搜不到，只能可以。挽回形象，不，我不是挽回形象的。因为我唱那个恋爱告急，就那样吧，只不过是它是有搞笑的点。我搜一下。我是只让你们听几秒就可以了，就是让你们听搞笑的那个点。在哪里？马上。这首歌本来就是这样唱的呀。必须得我跟你们说着，你们听才能听出来。他比较喜欢我刻薄的，他特别搞笑的这个点。哦，不对，明明他每天在刻薄我，他会说我刻薄他。你看，这都是大白嗓，开始夹了，多夹。不知道你听出区别了没？前面三句话是大白嗓，会不会突然开始夹了？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夹？当时就是没有提醒。后悔的是从一开始就从第一这首歌好，我唱的不是，没有夹好，前三句没有夹。但我觉得这个舞台是最好看的。好了，可以关掉了。还没发现，前三句没准备，是不是听出来了？前三句没有夹，所以我不是要挽回我的形象，我是要让你们听一下区别。谁刻薄我谁知道？我只想生活，就是很明显，夹的特别明显。他们还在，猪猪还在直播。我再播一会儿，我播到半吧。他们昨天猪猪直播间特别搞笑，他们
他们说他们一直播间都是木乃伊，都是老龄化的人，然后我不是这样露着个半边脸吗？他们都说让我不要过来，他们都说我吓人，他们都说我吓人。什么？就长了三个是吗？谁还甩锅？就长了三个是吗？来，等等等等，我们重新欣赏一下，我们重新欣赏一下。长得蛮美的嘛。等一下，我们重新欣赏一下这个比较夹的声音哦，比较夹的声音来听。他真的公主。哎，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讲，谁刻薄谁，谁自己心里有数啊？有些人。播什么笑声？不播笑声。播笑声。播笑声不吸粉。干什么？快点。炮兵来了。啊不，我还是。我一会儿再让你们看，我再让你们看这个去。炮兵来那么迟吗？区别好大。我再让你们看一个。我不想听这个这里唱的，我要关闭声音。什么意思啊？什么？泡泡水，人家现在是泡泡水。哎，这里，我马上，这里超级多。什么咬牙切齿？谁咬牙切齿？快点，在哪里？哎、在哪里？真是受宠若惊的，起床上厕所还要进来看我一眼。我还给我妈妈看了那里，马上。什么人家有事？看啊，看好哦。等等，得回忆一下。睡吧。你看这个，他不会蹦上来了。我给我妈，我就有发给我妈妈看。我把，因为视频我怕我妈妈找不到嘛，我把这一段单子截给她发给她了。我发给我妈了，我妈说好可爱。后边也有，她也就是快蹦上来了。但这几次公演没有见到她了。之前老见到他。什么？一二。谁真的睡了？当然真的睡了。你几点下播呀，宝宝？地偶选没有啊？什么？其实地偶选手。什么屁？为什么说地偶选手呀？晚安。但是前面几场公演，他每场都在，他每场都在，会不会突然就不在了？就是他一出场都说他是我单队王，还不搞笑。但是他后来就不在了。晚安。为什么说第五选手啊？张总是谁呀？不太认识。晚安。哦，这样子。懂了。谁又阴阳怪气了？你看这个人在刻薄我，他们又在刻薄我。但是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又在刻薄我。你们想听什么歌吗？经常不唱歌的我，唱一个歌。可惜我蹦不动，不用蹦呀，给我喊扣就行。我还没听过夏雅给我喊扣呢。来一首送你一首小红花啊！我好，那个歌好像好了，是我想那个歌吗？我听一下。送你一首小红花，你们下手给你们唱，听一下，送你一首小红花。你说呢？我说了，不要再给我提这个事情了。送你一首我小红花。讨厌了，嗓子坏了啊！那你一定要注意嗓子。但念唱歌还挺好听的，你的嗓子。晚安，下楼。确实好，喊口好费嗓子，感觉。对啊，晚安。送你一首小红花，还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呀？说话声音大点，一整天都要说不了话了。那就一定要注意嗓子，平时多喝点热水，真的管用。一朵，下喽，我们听一下。拜拜。你唱吧，你唱。他这口气喘的。